好烦哦、喔。他博了，他博了，射他，闪他下来，抓，好，抓他，耶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！仙人掌，有人要抓吗？哎，对，仙人掌，哎，仙人掌，哎，跑掉，哇，他跑掉了，掉了，哎，这什么？翼龙，打他，他有鹰带啊，就是他。虐待一只小动物，拿网子抓他。啊，他酱油怎么不见啊？酱油他在上面，啊、他录影了，他跟那个录影客，跟那个龙脉薯片，跟那个录影、那個。对、欸，超新珠哎、欸，谢谢。哇、wow ！所以你那边说什么？龙到超新珠是该出门，不用，你可以出门了，我也有。直升调查探索队，好了吧？超新珠卖掉。哦，算更新。阿成探险来，回来，哇！全屋是你。啊。整理一下调查任务。零度，零零度。要进入就拿青奴去抓。你懒得刷、啊，就直接叫那个啊，叫猫咪去。叫猫咪去。哇。可怜的猫咪。可怜的猫咪。可以啦，猫咪他们很会啊，很厉害。很会。很会哟。真的。哎、欸，这一次没有半步。然后现在打什么？等下狂刷秘境百万，看你啊，这里看我们，我要打的你不一定敢打、啊，只会一直说。可是走啊走啊走呗、啊，走啊，那是套走。那打大熊彩龙吧，好过分！干嘛？全部穿到炼狱中去打、啊，又不用过分，赚钱哦，赚钱喽。搞什么？搞什么？いらっしゃい。看一下我四套缺几张券了、啊。活动这次还有什么可以打？来看，大胃王。不过又不划算。哦，恐暴吗？啊，大胃王还好啊，就是彩龙的那个才而已。嗯，哎、欸，嗯，对啊，这次的让我心动就是海苔花儿子啊。你说那个不是充等用的吗？对啊。嗯，没了、啊。不要。目前这一次。那你就刷猪猪啦。啊，要刷啥？要打一只。可以打力战十套啊。好啊，力战不是力战王哦。好啊，好，我、啊、这边没了，你看你有没有开？我看一下我那边有没有。我有啦，他、啊、只是因为刚刚是说什么，我还差几张票是不是？我跟对啊，我还差两张票。走啊，两张票。好啊，杰克啦，好啦，等杰克。好。我的四套只有两个纸而已，有点少。我接了，我接了，我接了。呵呵。我去把玩大家好。好。到怕火跟什么、啊？龙龙龙，火跟龙，怕火了。看看看，
体力呀、啊，打龙啊，对呢，要耐障哦。对啊，所以我在挑啊。所以我也要、哦。要啊，当然要啊。好。耐障。没有啦，你有四套装也行啊。四套装，可是四套装、哦、你有四套啊，你有。啊，你说四套装吗？对啊，对啊。那我就穿那一套。上游啊。上次。哎，上。嗯，我。为什么这颜色、啊？什么了？嗯。它的颜色非常特殊，所以有人要吃补吗？啊，这个不用啊，干嘛补？不用啊，不用哎，这只是普通的力战而已啊。好，还要吗？这不我可以补啊。他自己被补到觉得好爽啊。对啊，好想有人补哦。我是可以啦，那我就那我们两个补你一个啦。对啊，我们三个补一个那个泱泱啦，也行啊。我先穿原本，我换补装哈。好了，我换补装了哈，然后我换个道具哈。没关系啦，都输出啦。好啦，你不是想，你是不是想尽情的输出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没关系啦，尽好吗？哦，你刚刚又这样，这样又这样，哦哟！我是男人吗？好啦，那就我就穿补装了啦。对啊，是我跟兔子。耐障珠，两个够吗？就两个。那你不是穿四套装了吗？四套装它要几套才有啊？四套装三件就有啦、啊，就不怕了吧？我记得是三件。那穿走。它会有一个套装效果啊，套配的，是套是酷尔德，这个我好像头发，哦，啊，继承，啊，继承我帮上帮那个帝王用。怎么变这么奇怪的脸？哎、欸，那我这样戴应该不用再耐障了。你看你的耐那个啊，它有没有显示耐障三啊？耐障耐，记得有三件，我就哪三件啊？看一下，一定要固定三件吗？上面不是有写套装效果？看一下哦，我这边好像没有哎、欸，让我确认一下。加充变更装备嘛，然后下面不是应该会？你是说哪一个？虚套。虚套。他需要哦，其实两件就可以了哎、欸。如果你是阿法装的话。阿法装的话是裤子跟鞋子，这样就可以有耐障效果了。哇，我擦鞋子哎，还是去做一个。那你珠子，你珠子够吗？如果你珠子够的话，就用珠子啊。珠子的话是两，两个够了吧？够吗？其实我就有啊，它套装效果有啊。It's long overdue. 你下面不是装备技能是什么吗？下面有个系列技能就是那个四套龙之命脉啊。小看一下啊，你刚刚有看到吗？哦，体力在哎，它不是有个四套龙之命脉，上面一个三超回复力，有看到吗？我只有一而已，只有到一。But practice makes perfect. The first thing to work out. 啊，你还是直接用珠子拿了，麻烦死。等我。你还是没看到吗？You know you've got it right when someone. 对啊，可是我是三分之一耶，所以我套装应该拿不起。At last. 它套装有两个部件是有加耐障的。嗯。是裤子跟鞋子，但是你只嘛干那无。我哦对哈，这两个我不是用
那个系列的。系，不用管系列，现在是帮你保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带两颗珠子。看看你的状态。耐战二还行啊，耐战二，好好好。我是不是啊、哦？好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最后装备换了吗？我说我换采集装了。哦，丢包了。然后大家都换采集装了是不是。为什么每次捕食都被丢包啦？我们一起被丢包了。一起跑包包包包。等一下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巨套龙两万滴血。行啦，四万滴都在打了。当单人在打。冲啊！阿基说当单人打。好啊。好了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他寄送出去了，那我就不用吃香菇了。啊？你没听到吗？哎，你就是用，你就用，就用输出装嘛，我没差、啊。好，你没差，那我就不用嘿啊。那你就用输出装嘛。那、啊、他用补装在旁边发呆就好了。这样好不可怕呀！我来的，我来的，我来的。欸、我都已经玩了。好好好，洋洋在后面。洋洋进来，洋洋进进来了没？我拿个打消火石。啊！来了。不要打消火石，嗯。要放爆头。就是在这边打的，这里。这种走路都蛮高贵的，虽然身上就只有你觉得恶心啊。对，要把尸体拿下来比较好。炸弹是不是偏了？哦，没有，还行。哎，我是丢那个啦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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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拔刀！啊，拜。来了！啊！哎、欸，打另外一个，后面是谁丢的？好像是我、欸。我没丢。我刚刚看错，看错牙齿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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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撞倒三个。我喝小水，你是瞧不起我？抱歉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先把急应急药水吃掉嘛。啊、哦，行。我让你水喝光。哎呦，这样子应急药水很快就没了。回去再拿，你不要骗我，我也当过辅食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可以，哎、可以应急药水可以再加那个啊，蜂蜜啊。我知道可以把它变大、啊。哎、欸，不喽！哇，我铁三靠刚挡到那个烟呢、欸，好帅哦！你的什么？那个烟也可以挡？可以啊，它就跟那个剑切一样啊。哦，你说你的装备哦，大剑的，哦大剑，哦就上次，哦对对，你根本没看过大剑好不好？我们上次那是是的，看没有啦，类似，嗯、只是大剑可以、哦，可以用他的肩膀挡掉那个伤害。哦这么厉害，肩膀练啊。可是大剑我真的不，我觉得我宁愿、就是、对啊，就是你不要而已啊。因为大剑它不是我中意而已。哎呦！哇，好痛哦！裂回啊！有一个补士好方便啊！那你还不专心输出？有、哎，我有在输出啊。虽然略低啦，略低。拍子。
哈，转一圈，转两圈，嘣，没有。哦，碰上了。又要喷了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好。感谢。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还那么高，很危险呢。脱了，脱了，脱了，脱了。啊、哇！我挡到一下啊，没有了。这是什么？帅！哦，他，你想想看，是水厕所的水龙头没有抓好，到处乱喷。哦，水管破掉这样子。不是水管破掉，是你水龙头没有握好。嗯，哦，你说放在地板上？对，你水开到最大。哦、OK。五十七龙。把它想，把它想下，把它想下，把它想下。干嘛？呀！他那一招是不是 是只有力战才会有吗？因为之前好像没看过。这不是力战啊！哦，这是力战，没有啊！你四套，你改天去单挑、嗯，也会有啊。对，我其实是没有看过的。嗯、这游戏还有很多没看过的。嗯。感谢西瓜。他怎么是去那边了？不是快死了吗？他还没去那边玩玩看啊。应该等会儿。还没去那边，想先去那边看看。纸之前他会走回来，他会走回来。纸之前看个风景有没有？你打我干嘛？我可以不让他走回去吗？让他走回来、啊。快射我！快射我！快射我！快打 ！Yes！ 耶！我们两个从拔刀开始动作一致，好笑。道理，好爽哦！他都喷了。我剁你脚！他被剁死了、哦！耶！剁你脚踝！嗨，晚上好。普通的啦，力战王。再不跟台啊，再去忙啊。嗯。对，我老板。打麻将现在回来，那怪我咯。而且刚刚你那个，你说什么龙级，什么那个拘束炮那个，根本就试了很多场，都一万二啊。很小。我们测试过，并没有这件事情。你要怎么为你的言论负责任呢？对。你要怎么负责呢？那你是要请吃饭，还是要？嗯哼。你的就是。不会想要他的身体、嗯，他太瘦弱了。嗯，三颗桌子究竟是什么呢？全开蒙的，哎，是我要的。防御研磨骨笛，毒品，三星的毒品。哎，达人猪哎、欸，容易哦，开心哦。容易哦，不要出门。调查资没有啦。嗯啊，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嗯。吃了面镜龙，喝飞龙四个，
看过比较多。嗯，特别报仇。我也来看看我。嗯，干啥？冷物啊！好吧，我还是就吃。啊，人猪！这里有两人。人打人。什么？彗星女 up。up up。好爽。up。好啦，繁星城建的任务都来拿送刀吧。你接了啥？两斧套啊。嗯。人的很多都是要那个两个人。啊。没补是喽。好。好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好，我会多注意的。要往左，要我玩双刀。地震王四套，不会啊，地王四套白瘴气跟环境瘴气有的刷。我觉得，觉得我刷的单刷刷的很开心啊。刷什么？不聊天室啊。聊天室对啊，聊天室啊。怎么了？他说地震王的四套不好打、啊。不会啊，我是打得很爽，刚玩的很开心哎。是不好打，只是就还是可以打、啊。我觉得，你觉得？我把力战想得太可怕了。你才知道啊，每次要说打什么，说都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会不会死啊？力战嘞，好可怕哦，不敢玩。死一死就好啦，死一死再出来啊。你们都会先跟我说不好打啊，啊，反正就不好打、啊。可是打起来就觉得还好啊。啊但是有刚有人在帮你补血哦。武器的双刀，那个是活动任务的。什么的双刀？活动任务的